你还抓了这么大一斤牛啊？小小年纪就抓了这么大一斤牛啊？小朋友刚刚去外面玩，抓到一斤牛蛙。这牛蛙怎么做好吃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就用来炭烤的哦，处理干净了，准备放在这里给它烤。再给它刷点油，这个皮烤了一下更加脆了。再来一点烧烤料，哇，已经烤好了，哇，好香啊！哇，这个皮好脆啊！